你好，这一讲我们讲历史中进程和线程的创建。目前在用户态程序开发中呢，不仅仅涉及到进程，还涉及到线程和协程，它们到底是如何创建的？为什么创建了一个进程或者线程后呢，你会觉得自己对它没有控制权？这是因为呢，创建进程这件事呢，完全就交给操作系统去做了。你这是发出了一个创建的请求，然后呢，整个生孩子这件事呢，就交给操作系统了。如果你对这个过程不了解呢，那么一旦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出问题，你就可能束手无策。但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如何入手呢？本讲将给予简要的介绍。我们知道，进程是系统资源分配的基本单位，线程是独立运行的基本单位。但这种说法呢，过于笼统。进程的资源到底有哪些？如何体现？线程为什么是轻量级的运行单位？如何体现？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呢，进程和线程几乎共享所有的资源，包括代码段、数据、进程空间、打开的文件等等。线程呢，则拥有自己的寄存器和栈。这些概念上的代码段、数据段、进程空间、打开的文件，在内核中如何表示呢？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如何查看进程和线程的标识符。通过 ps-la 命令呢，我们可以看到进程 PID 还有轻量级的 LWPD 的标识符，它实际上呢等于内核线程的标识符。那么，在上一讲的线程以及模型一节呢，我们提到 list 中的进程和线程的描述符，进程 PID 用户级的线程的 TID，刚刚提到了 LWP 的 ID，还有一个呢 TDID。那么这么多的 ID 呢，似乎让人有眩晕的感觉。那么 list 内核到底是如何管理它们的？是不是也是看起来这么多变和复杂呢？在 list 内核中呢，如何来表示呢？list 内核中如何对待进程、线程和内核线程呢？list 内核坚持平等的原则，对它们一视同仁。怎么一视同仁呢？用一个数据结构来表示，就是 TypeScript 结构，也是用相同的调度算法。对这三者进行调度，尽管表面看起来它们很不一样，但是在内核中呢，最终都通过 dofork 分别创建。那么这样的处理对内核来说简单方便，在统一的基础上呢，又保持各自的特性。这是如何做到的呢？那么我们站在用户态的函数库看过去以后呢，创建进程和创建线程呢，调用了不同的函数，分别为 fork、pthread、create，而对应的系统调用呢为 fork 或 clone。在这里呢，vfork 和 fork 呢非常的类似，后面呢还会讲到二者的差异。我们看到所有的系统调用呢，进入内核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入口，那么进去以后呢，又似乎分道扬镳了，各自有各自的服务历程。但分手只是暂时的，归到一处呢是最终的选择，因此呢，dofork 呢就成为了他们的聚合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dofork 呢这一堆的参数是不是有眩晕的感觉呢？在用户态调用 fork 的时候呢，轻松自由，一个参数也不需要给。为什么进入内核以后呢就这么麻烦呢？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你的风花雪月呢到底是谁帮你来承担的。那么我们来可以看看 fork、vfork 和 clone 这三个系统调用呢，它其实呢最终都调用了 dofork，但传递的参数呢各不相同。下面呢对它们进行一一的介绍。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呢 fork 呢调用的是 dofork，除了 sigchar 的参数外呢，还有三个参数呢是空手而来的。但作为子进程的话，它完全有自己的个性，
根本不想共享富锦城的任何资源，而是让富锦城把他所有的资源呢给自己复制一份，富锦城就真的给他复制一份呢？老爸没有那么傻，而是假装复制了一下，也就是说用一个指针指过去而已。等真正需要的时候呢，比如要写一个页面的时候，这时呢写实复制技术就登场了。只有父子进程中不管呢谁想写一个页面的时候呢，这个页面才复制一份。那么通常呢每一个进程呢都有自己的用控空间，但是呢克洛函数创建的内核线程呢共享父进程的用户空间。NIST 创建进程呢采用了写实复制技术，子进程呢继承父进程的用户空间，如图所示。父子进程空间的页面的属性呢为只读，当其中的一个进程试图写入某一个页的时候呢，这个页呢就被复制一份。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呢，子进程就获得了与父进程不一样的完全属于自己的用户空间。那么 VFork 呢，它比 Fork 还狡猾，直接呢就传递了两个标志过去了。那么第一个标志呢是 Close VFork， 就是儿子优先，老爸等待。于是呢父进程就去睡觉了，等子进程结束以后呢才能醒来。第二个标志呢是 Close VM，儿子呢干脆与父进程呢待在一个进程的地址空间，对，就是共享父进程的内存地址空间。那么 VFork 呢看起来很聪明，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写实复制技术的招数更高，也就是更高效，因此呢它就没有了生存空间，直接被取代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克隆，对，就是克隆技术，谢晨就是这么诞生的。怎么克隆呢？听起来很神秘，但实际上很简单，无非呢就是传递了一堆参数，告诉老爸，你这我要共享，你那我也要共享。于是呢老爸就把地址空间、文件的系统、打开的文件、信号处理函数等等呢都被儿子一句话给说过来了，实际上呢就是这四个参数的货。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内核线程呢，我的出生是不是更有优势呢？没错，因为用户空间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我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该调用哪个函数创建呢？早期的内核呢创建内核线程呢是通过 CloseThread 创建的，那目前的内核中呢调用的是 KeyThreadCreator 创建的，其本质呢都是向 DoFork 传递特定的 flag 标志而创建。到底是谁给我们进程、线程和内核线程的诞生带来了方便？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站在同一个战壕中，对，就是那个 task struct 结构。由此呢我们的生命历程啊就具有诸多的相似性，不管是被调度到 CPU 上去跑，还是分配各种资源，到最终的诞生呢都是调用了相同的 DoFork 函数。能不能看看 DoFork 的代码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么我们来首先看一下，它调用了 copy process 复制父进程的进程块，其次呢获得子进程的 PID， 然后呢如果设置了暂停标志呢，则子进程的状态呢就被设置为暂停，否则呢通过唤醒函数将子进程的状态呢设置为就绪，并且呢将子进程呢加入到就绪队列。那么最后呢如果使用 VFork 创建进程呢，则阻塞父进程。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 copy process 那干什么，它主要用于创建进程控制块以及子进程执行时所需要的其他数据结构，子进程创建父进程 PCB 的副本，然后呢对子进程 PCB 的各个字段进行初始化，同时呢子进程对父进程的各个资源呢进行复制或者共享，具体呢取决于 CloneFlex 所设置的标志。每种资源的复制或者共享呢都会通过行入 copy xyz
这样的函数来完成的。最后呢，紫禁城呢获得了新的偏地。那么富禁城通过 copy SS 这样的函数呢，共享了各种资源，比如打开的文件、所在的文件系统、进程的地址空间、信号、命名空间等等。如果进入这些函数去阅读的话，几乎呢延伸到内核的各个子系统。因此呢，当你对这些内容还没有了解的时候呢，先粗线条的阅读。等你了解了各个子系统以后呢，再回头阅读相关的内容，那么你会发现呢，一个进程的创建牵一发而动全局，把相关的知识呢都可以串起来了。那些零零散散的知识呢，通过 fork 呢而聚集在一起，知识的活力呢也充分的体现出来了。这里为什么不给出具体的源代码呢？因为内核版本不同，代码一直在变化。但是你对各个对象之间的关系理清楚以后去阅读代码的话，那么这些源代码呢就是一种实现了。那么这里呢，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了 fork 的创建过程。实际上关于进程呢，还有与此相应的三个系统调用，分别为 ESEC、 WET 和 EXIT。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不一一的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配合的呢。下面让我们用一些形象比喻来比喻一下。那么进程短暂的一生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随着一句 fork 呢，它就进程诞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只是老进程的一个克隆。然后呢，随着一个 ESEC 呢，新进程呢就脱胎换骨，离家独立，开始了独立工作的职业生涯。人有生老病死，进程也一样，它可以是自然的死亡，也可以是运行到主函数的最后一个大括弧从容的离我们而去，也可以是中途退场。退场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调用 exit 呢函数，一种呢是在主函数内呢使用 return。 无论哪一种方式，它都可以留下言，放在返回值里保留下来，甚至呢它还可以被谋杀，被其他进程呢通过另外一些方式呢结束它的生命。进程死掉以后呢，会留下一个空壳，那么 WET 呢就站好最后一班岗，打扫战场，使其最终呢归于无形。这就是进程完整的一生。本讲到此结束，谢谢。